哎呦，阿峰啊，你看那是咩嚟呀？啊，食手饭啊！哇，呢、这个饭几钱啊？我呢个饭30蚊噶。你买咗两个饭啊？两个饭啊，因为我肚饿啊嘛，因为呢个厨师煮得都几好食噶。煮咗啲咩啊？有汤啊。哦。有鸡饭啦、啊。我睇下你个发鸡饭好唔好啊？嗯，好啊。哇，你真系一餐食两个餐啊？嗯。哇，食呢个鸡饭30蚊抵喎。系啊，一个排骨。还有个排骨添嘛？哇，你咁犀利嘅！系啊，好肚饿啊！你今晚去咗边度咧？我几日冇食饭，我喺中心冇瞓紧觉啊！你系嗰、那个咩宿舍嗰度啊？系啊！你系咪嗰个咩嚟嘅宿舍啊？咩？治安中心。哦，你而家要唔做嘢啊？我而家冇啊！叫你同我去送外卖，你个人都唔见咗嘅。你因为个电话问题啦、啊。你看你现在这几天没见你，你做得这么靓仔的。好靓仔。哎呀，你看你的头发都这么靓仔的。啊，好冻啊。好冻啊。是啊。嗯。知不知道啊，我拍了你条片啊。1500万人看你。1200万人看我。500万。1500万人看你。咁真的好多人上喎。好多人呢喜欢你啊，你吃过我啦。吃过我吃过啲啊，你啊吃得好像宝宝咁样啊。咁厉害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生果的？是啊是啊，生果很好吃的。太喜欢吃东西了，是吧？是啊，很喜欢吃东西的。你看你吃这么多东西你都不肥的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你看你这么瘦都吃两个饭，大佬。是啊，吃两个饭。因为我吃完这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吃的。哦，都是的。你不知道下一餐什么时候才能吃的。是啊。嗯。咦，今天没见阿生的。阿生佢唔知佢可能翻紧工啩。哦，听佢朋友讲，佢话失联咗宿舍，我今日揾咗佢好耐都揾佢唔到咁。系啊，唔知佢去咗边度咧？唔知佢啊，我都。哦，唔怪之得你，睇下你个饭咁好食噶。系啊，好好味啊。好好味啊。好好味噶。我咧谂住咧都去你个宿舍揾你噶啦，揾咗你好耐啊。系咩？系咩？你个宿舍系咪嗰个咧旺角嗰边啊？系。在富苑啊！哦，在富苑啊！系啊，嗯，你看你做得咁靓仔，嗯，啊，都唔系好靓嘅街坊装。哦，你个头发几钱剪噶？我自己剪噶。你自己都识剪头发噶？系啊，剪得咁有型嘅。我净系识剪自己嘅头发啫喎。嗯。帮人剪就唔识剪啦嘛。你查实呢个款咧，真系去做嗰啲理发师啊 ，OK 噶真系。嗯。你系咪唔想做嘢噶？我不是不想做嘢，是不知点样同人相处。你跟我相处得咁好。啊。人夹人缘啊嘛，呢啲叫。系啊，你睇下几我同我几好倾。嗯。你有冇去睇你个仔女啊？冇啊，冇时间啊。我上一次问你系咪两个女啊？系啊。哦。都犀利噶咯，你睇下你都冇咩钱，都有两个女人中意你，系啊，你系咪觉得好幸福啊？幸福。你睇下你一食，冇钱冇老，乜都冇，都有个女朋友，两个老婆。系啊，不过我都过去咗啦。你系咪以前咧佢贪你靓仔啊？可能系啊。可能系啊。以前年轻嗰时候你系咪好花花嗰啲嚟嘅？都唔系嘅。嗯，即系照顾人啦、啊，仲有咧，即系关心人啦、啊。哦，咁你嗰啲钱咧会唔会俾佢哋使嘅？俾晒佢哋啊。哦，你老实讲咧，你而家有冇储钱嘅？大家储唔到啊，因为冇公开边有储钱啫。哦，都系嘅。你睇你一餐饭都系两个饭都60蚊啊。系啊，但系食就冇所谓啦。嗯，食嘅。系咪先？系啊，维持生命噶嘛。咁你而家咧冇翻工咧，食饭系咪攞种换嗰啲啊？都唔系噶。你话你一日到黑喺度做咩啊？食饭啦。一日到黑食。你冇食其他嘢咩？冇啊，瞓觉啊。你唔闷咩？闷都冇办法啊。我都叫你同佢送外卖，你死都唔送。闷都冇办法。你同我送外卖咯，我带你去咯。好啊，嗯，真系冇应承我好唔好喎？啊，嗯，我话你食一食呢个嘢，真系好似食到好似火锅咁样，真系啊，系好肚饿啊，
我兩日冇食飯啊。你去到邊度兩日冇食飯啊？我喺中心度瞓覺啊。一日到黑，好攰啊！個人唔知點解突然間懶咯。懶啊？係啊。哦，可能係咧。你話你咧呢一世咧，會唔會想再追翻你前妻噶？都少啦，少諗呢啲嘢。唔好谂过呢啲嘢啦。唔好谂呢啲嘢啦。佢哋有冇？佢哋知唔知你咧？而家过得唔系几好咁啊？唔知啊，唔知佢知唔知啊？应该都知噶啦。唔知佢知唔知？可能佢有上我网。我前夫咧，而家佢成日网红啦，系咪啊？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哇，同你倾下倾下，六分钟咧，七分钟你都食到一个饭啊！系啊。睇嚟真系好肚饿。你话你咧，而家冇翻工，你啲衫咧系你边度买啊？人哋捐俾嚟俾我噶。你以前年輕有冇做過？做嗰啲散工散工，你冇諗過做份長工嘅咩？長工，長工因為好困身。哦，你中意自由？係啊，因為散工係可以幫到好多鋪頭，可以幫到佢經營嘅。哦，怪之得你。係啊。咁你諗過以後諗住點算啊？你有？睇點算？我係出外交朋友啦。你冇谂过其他嘢嘛？你冇谂过就系重新开始啊，储啲钱啊，老咗之后就冇乜执垃圾咁样咯。你冇谂过呢样嘢啊？有。咁你就唔勤力啲，做个餐厅服务员都好啦，系咪？嗯。嗯。哇，真系好好食味噶。系啊。今日我见你嘅，你去咗边度啦？嘢咯，都系。都会做啲咩啊？你？嗯。玩咋？都出街玩系咪啊？唔系。我都唔记得咗自己做咗啲咩咯。你记忆咁差嘅，阿康。系啊。嗯。啲时间都谂唔起啊。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分享嘅，不过实时间我谂唔到咁多嘢。都系嘅。你成日嚟睇阿山，系咪中意阿山啊？边个？我中意阿山。系啊。我中意佢个人啫，唔系中意佢个，唔系想拥有佢个人。哦。佢有佢自己噶嘛。哦。我控制唔。你冇梦想嘅咩？梦想已经过去咗啦，梦想实现唔到啊！你有冇梦想啊？老实讲，我细个有梦想。嗯。我细个梦想系想做消防员啊。咁你而家咧？而家做唔到啦。有冇睇你个女啊？两个女啊？冇。冇啊！冇去睇啊！你话你真系潇洒一个人。嗯。唉，如果我好似你咁样谂得开咗，咁啊好啊。系啊。我觉得你好潇洒咯，乜都唔使谂咯，又唔使谂皮买楼、买车、买衫嗰啲，你唔会谂呢啲噶系咪啊？好多人都有，好多人之前都有咁样讲过，但系我都唔知自己有几潇洒。你冇谂过我自己有啲钱啊，防身嗰啲咁啊？当然有啊，有啊，有。但系有时谂住谂系好完美啊，但系做出嚟嘅嘢咧。其实好难噶，真系哦。系啊，唔使咁容易。你有冇试过嘅咧？试过自己哇，做一日储啲钱，储一半咁样。冇啊，都冇啊，呢啲都系就随缘嘅嘢，缘分嘅嘢。哦。搵得嚟搵得去咧，搵得嚟又使得去咧。嗯。不过你而家呢个盘咧，仲有呢个单车嚟嘅。系啊。嗯。呢个单车。几耐啦？对我嚟讲都几重要啊。边个帮你买噶？呢架单车应该都系呢架单车执翻嚟嘅啫。哇！你都单车都执到嘅咩？嗯，系啊。系咪自己改装下少少啊？有啲人咧系，佢有啲人系唔知点解，佢可能觉得唔重要嘅嘢，佢咪抌咯。但系有啲对，有啲人真系好似我咁啊，对我嚟讲，其实佢架单车都冇坏到，仲可以踩噶嘛。哦。架单车本身冇咁干净嘅。哇！你真系可以演到两个汤喎，你真系劲喎，两个汤两个饭啊你！系啊，犀利！我趁呢就帮你买个饭啦。系啊，我真系肚饿啊嘛，唔需要啦就。唔需要啦。乜多得滞啊？食得多又唔系咁好嘅人士。嗯，呢个饭我谂住一阵间先食啦。一阵间食啦。咩啊？哎呀，呢个饭都好似好好味咁喎。系啊，呢个饭凉瓜排骨啊。嗯。你晏啲再食啊？食宵夜啊？呢、这个可能会晏啲再食啊！食饱啦，因为一次过可能未必食得咁多嘢啊，一
因為頭先因為佢呢個鋪頭咧係有時間嘅，佢八點鐘佢會收噶啦、嗯，所以我諗住買定，可能我十二點零一點鐘可能會起身自己再食過咯。犀利！我問你一個問題啊。好啊。你覺得我係咪好黑人憎啊？我覺得你，我覺得你好識好識講，好識講説話，令人開心啊！我不是這樣，我不懂得說笑話，好靜的。不會的，不會的。你知道我在拍你的，是吧？你知道的，是吧？他們說我偷拍你，我不是偷拍你的，我是跟你說了之後，是吧？是，沒錯，是的，沒錯。是的。那不要緊的，這個世界。我是，可以是公開的，我可以是公開的。你可以公開的，是吧？我沒什麼，我沒什麼私人東西的。跟著多謝你了。是的。嗯。沒什麼所謂的，是的。我的視頻呢那裡都賺到一些錢，我都想分一點給你，這樣是吧？我分200元給你啦，好嗎？好吧，多謝你喎，不用多謝阿康，不如多謝阿康，多謝不用多謝，是你應份的，因為我拍了你我都不好意思，有錢當然是最好啦，但我都沒問題的，最重要總言之一切隨風啦，好，順其自然啦。咁我哋以後就做朋友啦，好唔好？好，可以。好，多謝曬你，拜拜。拜拜。